1981年度大戏的 MC 之一 Rihanna。 众所周知呢，我们的大戏在这个月的13、14、15号，也就是下下周的周四、周五、周六就要隆重上演了。那么这次大戏呢，是由我们每一位成员的辛勤汗水所凝结而成的，所以说呢，是会让你们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在这里我以 FAN 的 GK 做担保，这次看完大戏回来呢，你们一定会意犹未尽，只有更精彩，没有最精彩。好，你说你礼拜四要 study 不能来，真的不行吗？这样啊，哎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在这里给大家保证，只要你们多买一张票，我的 V 就深一点，多一张就再深一点，又多一张就又深一点，一直深到肚脐眼。大家好，今年又到了我们年度大戏出场的时候了，一张票只要15块，实在不行，你们买一张，我裤子就提高一点，再买一张，再高一点，一直提到肚脐眼。